你是我的野，懂那个梗吗？不用嘛，只讲好野跳2009的天2010，我吃就没用啊，受风了，不用嘛，只讲。我是刚刚的头长的2010年7月，我想想，7月15号送，热到了，热到了21:16，是吧？是偶尔吃就没用啊，受风不用嘛，刚刚只讲。